老人家，嗯，这是冯胜利的家吗？嗯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您是？我是胜利的妈妈。交卷了，我只写了一半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占你便宜。啊？我也是服了你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跟我较劲？是你先跟我较劲的。行。他们看谁先回家。哎，不是，还没开始呢。哎开始都没喊你就起出来了，怎么的？哎，你干嘛呀、你们？老太太大儿子从台湾回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不用，你大爷回来了。你打算怎么过呀？奶奶，奶奶，你听我说，奶奶。提管用啊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就在冯奶奶的家里，已经快40年了。再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奶奶，儿子回来了，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、哦。老先生，你是怎么回来的呀？哦，我是从台湾先到了香港，再从香港到深圳，从深圳再到广州，从广州才回的北京啊。那您是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了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我一个朋友在香港看了你们的节目，打电话就告诉我。我以为，我以为他不在了。哎，我儿子还没回来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怎么能走啊？妈，说话算话啊你。老先生，他就是你的侄子，是他去找的我们。你侄子真聪明。侄子，妈，咱冯家又厚了呀！哎呀，你看这孩子气质多好啊，一表人才，大学生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爸是胜利。哎，冯叔，我不是您侄子。妈，他跟我那孙子一模一样，就是不是亲生的。那个是胜利的儿子，他才是您侄子。你大爷！哎呀，这俩孩子的气质不大一样啊。什么不一样呀？我看起来不像大学生呗。哎，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就走了啊？哎，连声大爷也不叫，这孩子现在年轻人。地理考完了？考完了，简单的跟个一似的。那少一门你也没戏呀、你。不是总分够就行吗？总分能够吗？我怎么知道这分数还没下来呢？你小子要不是瞎折腾呢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这干嘛呀？这是又出事了？我大爷回来了。什么大爷？我大爷，您大哥从台湾回来了。啊？嘿，是人五人六了。老先生，你对大陆的感觉如何呢？大陆啊，大呀，坐飞机都要几个小时。那别的呢？
胜利。我是胜利。胜利。梦里。听咱妈说，我的名字都是你起的，大哥。海峡两岸又促成了一个破碎的家庭的团聚，在此，我们希望宝岛台湾能够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就是，他爸看不见了。哥，您尝尝我的手艺啊！挖鱼，快上菜去。哦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三十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？哎呀，我刚到台湾，就把我派到马祖守岛去了。哦，这一去呀。就是十年，回到台北呢，我就退役了。后来呢，开了个小卖铺，凑合着过吧。好，当老板了。大友啊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你的媳妇儿啊？妈呀，您不知道。台湾这个地方啊，男的多，女的少，这女的惯的呀，都跟疯子似的。你想啊，当初我们退到台湾的那可是几百万人呐，大部分都是男的，都是当兵的。哎，台湾呢，就那么些女的，娶个媳妇儿，男呐。哎呀，就想着，要是从大陆找一个小姐，回不来呀。您的意思就是，那什么，就是您没结婚呢，是吧？啊，看来您混得不行啊。怎么跟你大爷说话？哎，孩子说的没错啊。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混的确实不怎么样。这十来年吧，才算有点起色。可是呢，咱老了，台湾的女人看不上咱喽。行了行了，别聊了，吃饭吧，那么菜来，大哥，请。哎，哪里？有。哎呦喂，炸灌肠，哎，拍黄瓜，小肚，哎呦哎呦，还有南煎丸子，都是咱老北京的吃食啊。胜利，这都是你做的？都是跟咱妈学的。哎呀，咱妈做的菜，那叫个好吃。行了行了，赶快吃吧，都饿了。好嘞。哎呀，大侄女儿，大侄子，来，大爷给的。拿着吧，大爷给的。谢谢大爷。小肚子，刚才我认错人了。你还生大爷的气呢？我生什么气啊？但我就是纳闷儿，那么多年了，奶奶那么想您，您现在才回来。哎，怎么跟你大爷说话呢？这，他是向着他奶奶呢。孩子没错，冯都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前些年我们那儿还闹着反攻大陆呢，想回也回不来。这两年松了，我就动了心思啊，想回来看看。可不知道大陆是啥样啊，还是我一个朋友
给我打电话说电视里看见有一个北京老太太像是你妈。大爷，那就是你妈，那就是奶奶，奶奶上电视了。这我才决定回来了。孩子呀，别怪大爷，大爷回来一趟确实不容易啊，光手续就一大堆，办这些手续就得2个多月。不但这些，我还得从台湾飞到香港，从香港再到深圳，从深圳再到广州，从广州才能飞回咱北京啊。冯都啊，你大爷都快60岁的人了，折腾这么老远不容易。妈，能见到您老人家，见到胜利，还能见到冯都、冯清，我这心里呀，别提多畅快了，像打开个窗户似的。哎呀，浑身上下都是舒坦呐、是啊。好啊，好啊。30多年了，终于啊，疼了，快叫大爷。快叫啊，大爷！哎，拿着，哎，大爷给的啊。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一家子是大团圆了。妈，今天我就在家陪着你，我不回宾馆了，咱们娘俩好好的说说话，好好的，好好的聊聊。来吧，动筷子。风儿静，树叶遮窗里呀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琴弦儿声。月儿那个明，风儿那个静，摇篮轻摆动啊。娘的宝宝，闭上眼睛，睡梦里露了笑容。哦，月儿明，响叮咚，夜深人儿静啊，小宝宝快长大，为祖国立大功。月儿那个明，风儿那个静，摇篮轻摆动啊。